我要重新批评一下，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左边右边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。为什么你们1.8米的身材走出来就像自己1.7米？做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全部往后，你的腹部感觉像是包起来的，把你的胃是包在里面，把胃包在里面，身体往上提，包这个，哇好难哦，好像想拿枪打我的样子。孟子义高了18。你当时是考警察吗？笑什么？不忍笑。哎，你们现在注意力在你的头上，但是你的膝盖往里包，腹部往里包，腹部，然后膝关节都是紧的。这个应该是你走台的一个走台时候一个状态，还有就是背是挺的，背是往上的。看吧，现在这个状态走，什么情况？你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来转过来。你喜欢笑加翻白眼是吗？可以。谁在笑？从现在开始，谁笑陪着他一起站。今天有你们守。我不是说故意要去搞事情，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。感受到了老师。满满的杀气，往后，用力，用力，可以，再可以进去，可以吗？你两个手叉腰吧，因为我觉得你肩膀有一点问题。再来一下，你的手好像是假的，啊，就真的有一点，有一点。我知道，手指这样出来很细长。之前走的那一次出来都是松的，你们刚刚都有提，我有看到。嗯，哎。哎，那个，这是什么鬼？什么回事？往上提。我们有走 T 台嘛？我觉得当然是找最专业的人来跟他们上课，就帮忙他们改正很多地方，了解到自己的问题，